春天嚟咗唔夠一陣咧，夏天已經湧住咁樣過嚟啦。咁之前疫情嚴重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一路留喺屋企啦，盡量少啲出街啦。咁而家疫情慢慢好轉咧，咁希望過啲日子咧，我哋可以正常生活翻啦，可以多啲出翻去玩嘅。咁今次咧，我收到 Airspace 寄俾我嘅一啲泳衣啦，絕對係為我帶嚟咗一個期望啦。希望遲啲夏天咧，天氣熱啲嘅時候咧，可以著住佢陽光與海灘嘅。既然收到啲新泳衣啦，就梗係要同大家一齊開箱啦。我聽講佢哋推出嘅泳衣咧，都系一啲鲍鱼款嘅比基尼嚟噶，系好劲，有整容级嘅效果，系咪好期待呢？你哋见到嘅咧就系佢哋独家嘅 C 型鲍鱼薄薄胸垫啦，咁质地咧系有啲似我哋记忆枕嗰啲咁嘅，回弹力超好嘅咯，系啦，系有弹性嘅。另外吸同吸中间呢个位距离咧系比较近嘅，咁你就算咧布料比较有弹性都好啦，佢系唔会拉开固定咗噶，咁所以咧个胸型会更加集中啦，咁个事业线咧亦都会更加深嘅。另外胸垫上边咧唔系普通图案嚟噶，其实佢系一啲爱心纸画胶啦，咁就系可以爱嚟绝住咧冇咁容易走位啦，固定翻个胸型嘅。好啦，咁介绍完 Airspace 嘅呢三个特殊专利之后咧，我哋就开始噶咯。如果你都想知道我收到啲咩泳衣啦，我着上身会系点样啦，会唔会？挑战嘅尺度嘅话咧，咁你就要继续睇落去啦。仲有冇唔记得啊？片尾系会有 giveaway 噶，系啊，一定有观众福利嘅。我哋而家开箱啦！第一款咧，我就揀咗呢个粉红色嘅侧包上衣啦，然后就配咗一条黑色嘅高腰泳裤嘅。咁 Airspace 最好嘅其中一个地方咧，就系佢哋可以款式又好啦，颜色都好啦，都可以自由配搭咧，系自由度比较大嘅。呢一款佢侧边咧，你会见到做得比较阔啦，同埋比较高噶，做咗一个全面包覆咧。喺 Bikini 嚟讲咧，佢系比较安全嘅款式嚟噶。你着咗上去咧，你唔怕佢会喐嚟喐去，或者侧边见到啲乜嘢跌出嚟咧，其实系好安全感。好重嘅一款嚟嘅，同埋咧佢个肩带系比较阔啦，所以如果你有肉地嘅话咧，个承托力咧都会好足够嘅。而泳裤揀咗高腰咧，就唔使担心肚腩仔嘅问题啦。之前大家 home office 应该都肥咗少少噶啦，应该唔止我一个嘅系咪？系啦，咁如果揀咗高腰咧，你就安全感会大啲咯，你唔怕个肚腩仔一坐就憋咗出嚟咧，俾人睇到啦。咁同埋侧边咧，佢系做咗一个绑带嘅设计噶。Hello， 系啊，咁就会有少少性感咯。你唔怕高腰着出嚟嘅时候咧，净系好保守咯，喺侧边系有小心思喺度嘅。第二款嘅上身咧，我就拣咗个黑色波浪泳衣啦，配咗一条咧孔雀绿嘅低腰绑带泳裤咁样嘅。呢一款泳衣特别嘅地方咧，佢唔系平时嗰啲绑颈设计，佢后面咧系做咗个交叉啦，然后侧边咧亦都唔系一条绳嘅，佢系有一个包覆嘅设计啦，系更加阔、更加高啦，咁成件泳衣咧就冇咁容易移位噶啦。呢啲一路向侧边延伸嘅波浪咧，其实系可以遮到一啲譬如有腐乳嘅问题啦。咁当然啦，呢啲波浪设计对于个胸部冇咁丰满嘅女仔嚟讲咧，系一个恩物嚟嘅，因为佢可以更加显到呢个胸型咧，望落去系更加丰满嘅。只要你买呢个波浪泳衣咧，佢就会有一个袋仔啦，里面咧系会放咗一条带嘅，咁呢条带系放咩嘅呢？就是、如果有啲朋友可能条腰比较长咧，咁就可以绑喺个腰间嗰度咧，做一啲唔同嘅造型出嚟。咁虽然我条腰就唔算特别长啦，系啦，都可以话系短嘅。咁但系咧，我都可以示范一下咧，话俾大家知个造型个效果系点嘅。咁我就影咗啲相俾大家睇啦。而泳裤揀咗呢个孔雀绿咧，就系、因为唔想上身有黑色啦，下身有黑色咁闷啦，咁有少少时尚感嘅感觉啦，同埋我觉得呢只色咧好靓。同埋佢哋啲泳裤咧，唔系单边布好薄啲嘅，佢哋系双料噶。你会见到咧个弹力系好足够啦，厚度亦都好好嘅。咁所以咧系唔怕走光啦，唔怕话显到嗰啲 pat pat 嗰啲形状出嚟啊咁样噶。
第三件咧，我就揀咗呢個腰部镂空嘅连身泳衣啦。咁其實呢幾年都越嚟越多人著连身泳衣啦。咁我揀咗呢個顏色咧，係呢幾年都好興嗰啲粉霧色啦。咁我自己亦都係未試過擁有嘅。呢件泳衣側邊嘅綁帶設計咧，係令到一件连身泳衣保守得嚟咧，係帶咗少少性感啦，少少心機喺度嘅。咁同埋你可以索緊佢咧，緊貼翻腰部嘅線條咧，係有少少嘅顯瘦效果啦。同埋咧，望落去條腰好似好長咁嘅。咁同埋连身泳衣咧，又係唔需要擔心個肚腩仔突曬出嚟啦，即係唔使一路喺度坐喺度，一路要縮住肚咧，勁辛苦咁樣咧，你可以坐得好自在、好安心嘅感覺咯。咁所以咧，係啦，咁我就揀咗呢一件啦。最尾一套咧，我就揀咗呢個印花丹綁帶泳衣啦。下身咧係揀咗同色系嘅呢、這個叫做屁屁秋袖泳褲啊。咁我呢啲健康膚色嘅人咧，同呢啲民族風啊，呢啲印花咧，簡直係 perfect match 噶啦。無論今年著好啦，下年著啦，五年後著都好咧，都一定唔會過時嘅。而點解呢條褲會叫做屁屁秋袖泳褲呢？就係、是、呢個位啦。你見唔見到有啲折痕喺度㗎？係會顯得個 pat pat 咧有少少翹嘅效果啦。咁因為我個 pat pat 係好平嘅，我上身又有肉地啦，咁所以咧有少少視覺效果咧。會打翻個平衡咧，唔會上面有曲線，下面係直不楞一條線咁樣咯。咁同埋呢款泳衣咧係出咗超多隻色啦，係有十隻色以上嘅。咁所以無論你係健康膚色啦、白皮膚啦，中意啲乜嘢色系都好啦，總揾到一款啱你嘅、適合你嘅，亦都係嗰啲衣櫃裏面咧長青款嚟噶啦。介紹完呢四套泳衣啦，咁其實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、是、呢一件連身泳衣嘅，因為呢幾年好興呢啲 pastel 色啊、粉霧色咁樣啦，同埋咧佢保守得嚟咧係帶點小性感嘅，係我中意呢啲 detail 位啦，重點咧。是我真的很少有这些连身泳衣咯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款呢是我自己挺喜欢的一款的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收到的这四套泳衣啦。怎样啊，穿上身的效果还可以嘛。是啦，咁真的很想快点去海滩啦，或者飞去外国度假啦。咁大家留了一批咁耐啦，我之前都 plan 过四月是去补嘅嘅，咁但是无奈啦，一路都喺度 delay， 咁希望可以快啲可以去到啦，同埋可以穿这些泳衣呢去影相打卡嘅。認真呢幾套泳衣咧，其實真係幾顯瘦嘅。大家望相啦、望片，應該唔覺得咧，我喺呢幾個月係肥咗十幾磅，而家成個肥婆咁樣嘅。所以咧，除咗我收到之外咧，我都同大家謀咗啲觀眾福利嘅。咁今次 Space 就會喺留言嘅朋友當中抽一位嘅幸運兒啦，咁就會得到一件嘅比基尼上身啦，就係第二代喬賴神器嘅比基尼嘅。咁參加辦法一樣好簡單啦，記得要 like 我呢條片啦 ，subscribe 個 channel、follow 我 IG 啦，然後咧就留言話。俾我知你最中意边一套啦，有啲咩原因啊咁样，其他嗰啲 details， 例如几时截止啊，几时公布啊，点样公布嗰啲咧，我都会摆翻下边 info box 嘅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lucky 抽中啦。如果咧到时抽唔中嘅话咧，都唔紧要噶，而家咧大家都可以用一个体验价啦，台币990蚊起啦，咁即系港币唔到250蚊咧，就可以买到一啲简约款式啦，又系超显身材嗰啲泳衣噶啦。而如果你买一啲指定款嘅上身咧 ，Airspace 仲会送你一啲18K 金嘅 bikini accessories 俾你嘅，呢个系。surprise 嚟噶，个网咧系冇写噶，咁就令到 bikini 咧佢简单得嚟啦，个款又唔会好沉闷嘅，系啦，咁今日呢个开箱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睇啦，多啲参加呢个 giveaway 啦，如果中意条片嘅记得俾个 like 啊 ，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，逢星期六间三点同星期日间就12点，系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